里就是江南大县清河县吗？可是切，到处一片民不聊生的样子，这也算大县？孩子，还好没伤到。小家伙，你吓死姐姐了。给，你们的小孩子没事。谢谢先生。谢什么？小心点。快走，快走。好什么呀？这里的人都好生奇怪啊。这人是这么偏远的县城，居然能看到道士。我没走错地方吧？这里真的是清河县？上次来明明满大街都是好吃的呀。是啊，这地方如此古怪，有道士出现也不出奇。水鬼，你果然能看到我，太好了，请帮帮我们吧。洪水，我们清河县虽不是什么富饶之地，但也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。几年前，突然洪水泛滥，从此这里变得尸横遍野，民不聊生。我就是在一次洪灾里丢掉了小命，县太爷和师爷说是我们触犯了河神，需用童男童女祭祀，每年我们都要献上好几对娃娃呀。可是洪水却一次比一次凶猛，因为哎，你这是求求你，去劝劝河神放过我们吧！我好害怕，我怕我还活着的家人也会死于洪水，怕我的孩子也被撞去献祭。我给你磕头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县太爷很有钱的，他可能会给你很多谢礼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现在就动你去轮回。啊，谢你啊。喂，我说有生意你怎么还忧心忡忡啊？像你这种钱串子，见到钱不是应该仰天长啸吗？啊
哇，你不会是怕水吧？怎么可能？水有什么好怕的？在下只是河神显灵，祭品已到。时辰到，请河神保佑清河县永不发洪水。大人，行行好，求求您放了我的孩子吧。我们年年祭河神，可还是年年发洪水啊。我就这么两个孩子，求求你们把孩子还给我。胡说什么啊！你儿子能被选中献给河神，是你们家几世修来的福分。还磨蹭什么？过了时辰得罪了河神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是马丽的大人，不要啊，大人！祭祀开始。一帮废物，要你们何用？去！小东西别嚎了，吵死了。别扯我头发呀。撒手啊，你谁这么大胆敢来破坏河神的祭祀？快来人。残害无辜孩童，在下绝不原谅。我说大人，我看这两个小子都不简单，祭河神一事不宜让外人知晓，以免节外生枝，不如算你们运气好，今日衙门有事，先放你们一马啊！大刀回府。戚运川，小爷是个道士，谢会。画酒，祥林师。我，七。这货是我的仆人。我只是暂时做他的灵侍，暂时的。哇哦，灵侍啊，这么厉害。七爷滚回去。见笑了，道长是为了清河县的洪水而来。不错，这世上哪有什么河神是要孩童祭祀的？哼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那西道长赶快下去打探一番啊，一睹河神的真容便知。你怎么不下去啊？在下在岸上接应你，以备不时之需嘛。喂，你不会是想偷懒吧？道长能者多劳，所以拜托你了。西兄，望你任重而道远啊。岸上就交给我了。华兄也下来吧。别走！被笨蛋道士给害死了，我是真的不会游泳啊。我要死了。竟然出现幻觉了。知府酒桶，办事不力，管制无方，降为清河县县令，择日上任。哎呀，去清河县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不是断了本官的生财之道吗？大人不必担心，去了清河县，咱们就以河神为由找些孩子献祭，谁舍得让自己家孩子去做祭品呢？到时候钱自然就来了。
至于那些不懂礼数的贱民们，胸大无脑，你没胸怎么也这么笨呢？以身涉险就算了，还得劳凡爷来救你。野史灵，哪来的饥渴度？哎，算了，也吃点亏，勉为其难，就当让他占点便宜好了。等，嗯，灵魂快出来了。原来你不换水啊？怎么不早说啊？还好有你家灵氏在，不然我就罪过了。切，死要面子呗。要不是爷，你就成河神了。怎么？我吃了什么东西吗？嘴巴好奇怪的感觉啊。嗯。你也看到了吧？怨灵的记忆。嗯，那些孩子太可怜了。看来，我们得好好拜会一下那个县令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先去客栈换身干净衣服吧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喂，一爷说直接杀了那个狗官一了百了，那些怨灵就不会闹事了。哎，怎么不说话？爷看你也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人。怕了？在下非王法，也非天道，无权决定任何人的生死。花九，不好了，县令那帮人又带着孩子去河边了。心花雨中醉，
世界末日降临之前，在我身体都已毁灭，挣脱。